你不是说好了吗？就等你了。上车。 请坐，王子小姐，我这就给您烧水沏茶去。非常感谢。仓库里的情况咱们看不到，这不行。可咱们怎么摸进仓库里看呢？走，你在这儿守着那鬼子，我和龙吉出去侦查一下。走，小心。 都是空的，那就对了，这是渡边一郎给咱们的虚晃一枪。走，走，东西卸完了，他们回来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再见，。
鬼子21基地仓库是空的，根本没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我刚跟那个日军官的交谈中，他无意也透露了这一点。我们马上选定下一个侦察目标。好。喂，我是渡边一郎，你是哪位？我是21号基地守备队队长。 什么？他们是假的！追上去，消灭他们！鬼子追上来了，他们肯定发现了什么。 单总，哎。